嗨，我现在呢在公车上，准备呢要去东区的三合院吃午餐。我到餐厅了，今天午餐吃这个三合院，那我们就赶快进去找朋友吧。我已经有点迟到了。今天只是单纯的来聚餐，然后跟朋友们吃了一大桌，6000多块的套餐，然后菜色还蛮多的，而且每一个都还蛮大分量的。那我们现在在吃饭喽。然后点套餐呢，会有个饭后甜点，是造型的包子。然后我拿到了这个是紫色的小怪兽，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造型。那我们现在先把它剖半，看它里面是什么。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吃完。然后就要结束这一次的午餐喽，一团混乱啊！吃饭喽，拜！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